橄榄树，象征受膏者，受膏者的最爱啊。那这个后面呢，圣经贴有跟橄榄树相关的彩色经文。那这个十字架的根基就是木板，然后再用山西雕塑图捏塑，这个叶子都是一片一片捏塑，纯手工捏塑出来的。这个字体也都是浮雕式的。